啦哈。啊，因为今日坐在咱各位先生台顶，啊，咱这好朋友呢，伊今日这好出名，头尾大家安安，大家快乐。今日也是这永时大吉日，咱这农历呢十一月初六哈，要来恭祝咱这尾了，咱兴天宫，咱的张圣君立为正神，圣诞春秋，春年秋，圣寿无疆，圣圣寿，再来举办咱精彩专台平安宴会，台湾首选伫这所在，也要来感谢永安县的咱康乐镇的咱的请主大哥，啊，由咱罗华地主呢，咱这啊大雄，咱这李孟涛，咱这后董事长。好，建江大哥啊，咱这嘉义装潢设计公司，咱这科大科甲玉大哥啊，伊个咱这金城，咱这江丁豪，咱这林董事长林仲庆大哥啊，有咱罗咱这地主好朋友呢，一家大细，出来捡石钱，倒石钱钱，出来举办咱精彩专题晚会，咱的朋友来，火车给咱庆祝大哥来拍火，过来一下，谢谢。感恩三位大来哈，掌声鼓励！感谢咱三位董事长呢，也感恩无沙气人对咱乐团，咱岛南红米 KTV 专业团捧场，伫这所在首先也代表咱乐团团子，咱这阿娇啊哈，啊一团全体所演的成员，祝着咱今日咱康乐镇的这请主大哥呢，祝你日日来生意兴隆，通四海，财源滚滚日日来，事事不灾，年年添新丁，岁岁大进财。当时咧也感谢咱今日在座咱各位先生代表咱这内面朋友，有啊无少着咱宝贵时间来甲着咱兴天宫，啊来甲咱的张圣君呢，啊来甲咱接受。非常感谢咱这神人信徒咱这好朋友用咱今日的捧场，伫这所在也要来祝贺用咱今日这内面，祝你在座来正财正运来，偏财两边来。祝你大大的年年，天时顶贵贵大进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今日算牌这节目，也带着咱这来宾朋友度过一轻松愉快的暗暝。解读咱这疲劳，增加明仔日活力。当时接过呢，接过来要赶进前，小妹呢先自我介绍。今日专台节目，因为有小妹秀玲，伫这所在为咱来宾来服务，个人较粗鲁、较过分，也是家己讲，今日这好朋友较正群的所在。希望咱这来宾会当多多个身为批评，多多个身为指教哈。咱在节目内首先说安排注意，邀请官贝团军美艳红星来安排的咱钱钱来 money money， 带来一首有金色的歌曲来，水水姑娘，来小客赶紧叫人进来，来金色的歌曲来，水水姑娘，金色的歌曲来。Shut up.
看起来帅哥牛，感谢咱这帅哥美女，感谢咱这董事长，把咱一人最高品质的静悄悄欣赏。哦，是。这个时间呢，都开到呢，来宾朋友这个时间拢冻在咧大车边吼。哦。尤其营养班上最辛苦的总铺头料理真好做。哦。来宾朋友拢在咧无闲，有咧看有咧听就袂歹，拍鼓啊唔免无要紧。哦，是。啊，要搁赚下钱，代表咱红蜜庄的团啊头家。来大家跟人去交配排卵交配保暖，一记头前面哦，门口埕内面办百外桌，来继续，我甲继续来。好，咱们继续卖笑红灯，来，好，把一首也是咱非常动听，快起来，笑红灯来。